贝嫂维多利亚·贝克汉创立的同名品牌今年满10周年。欢迎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给您不一样的财经资讯，我是吴凯文。美股红牛特技飞行竞赛移师奥地利，而奥地利正好是红牛特技飞行的发源地，最后由捷克飞行好手马丁桑卡拿下了冠军，带您快来看看。感谢您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我是吴凯文，我们再会。